干。当，对，我想問問翻啱先嗰幾位同十二玩推手嘅嗰個朋友啊嚇，你哋同佢玩推手嘅時候咩感覺啊？當我用力推嘅時候咧，阿十二姨咧佢唔知道用咩方法卸力係好犀利嘅，而且係將啲力卸翻俾我自己，等我自己會失去嗰個重心，所以好容易就會跌啦。我冇用力嗰陣咧，就佢推唔到我嘅，即係任佢推佢都推唔到我嘅。但我一發力咧，我先發覺原來唔係佢對手。即係我唔發力，佢就贏唔到我噶啦。我一發力先至會輸。點解咧？我唔知點解。但係你阿十二姨已經成八十幾歲啦喎，你十零廿歲，你推唔到十二姨。就唔知點解誒，即係佢我推落嗰陣，佢有下咁樣射翻咁樣，但我就唔識佢推翻。啱嘅，剛強啲嘅喎。如果俾我推多幾次，我有機會推贏佢。冒跌老虎人，雙手搏後生。89岁的佛山十二姨而家是本地名人，这个白发苍苍的十二姨友善推手，他曾经摆下推手擂台迎战四方豪杰，面对众多年轻的挑战者，十二姨毫无惧色，接连获胜。奇怪了，一位咁高龄的老人家，唔通真系心怀传世绝技？咁长时间以嚟吓，同咁多人玩过这个咁嘅对抗。好似都暗死啦，哇！你又暗死，我暗死，两家暗死噶，即系不败啦，不败。我们很多学生老师都推，最重的应该有那个180斤的，我们的老师也是很大，男老师啊，会推啊，推不动他，啊，是真推啊，真系推喎，真的推，推尽力佢推喎。我们都推喎，我们也是很多练武术的老师和学生都推了他，嗯，结果都推了，被他推跌倒都有。他事实上说啊，他没有动。他跟我们说，他就像一棵树一样啊，根扎在上面晃一晃啊，别人就即系俾风吹下，至多热到下嘅啫，树根系唔会喐嘅。啊，对吓，你啱先讲过有两个鬼佬过嚟佛山玩推，两车啊，两个啊。